你有在清洁吗，子晴？有，我今天你好正面哦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心情都没有被影响哈。没有啊，心情很好，还是要努力工作哈。对，努力赚钱就是缴房贷。对对对，自己加油。所以我今天要介绍这个毛巾是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买的，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，就是这个是热销，在美国超多人都有买。不是，是它是一个卸妆毛巾，对，对，很神奇的感觉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在网络上看，你说不用沾任何东西，它就是一个湿毛巾，你要沾水，沾水，沾水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擦了，对，不用卸妆油，不用卸妆乳，眼睛也下降，真的，我现在先画一下，最久我们回家就是抹布，然后男朋友就帮你这样擦擦擦就好了，男朋友可以讲哦，现在可以讲哦。男朋友三个字，我怕关键字讲了会难过。不是，我说女生买，那现在会酸酸的吗？这里不会啊，不会哈。对，就是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然后怕他拿那条毛巾上来擦眼泪，不会，他其实原本就湿了。对，然后那现在画了一条在那里。对，然后我用沾湿的这个毛巾，完全不用任何卸妆的产品，你就擦擦就不见了。真的，好神奇，而且卸得很干。不信，我不信。真的吗？我看过人家在网络上面拍，是整个大浓妆就是这样，可以吗？卸得掉，然后擦就不见了。睫毛，因为我也是，对对对，对我是在网络上看到老外不是都画很浓的那种妆吗？他就拿着毛巾站在荧幕上这样擦擦擦，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素颜。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去美国就坚持一定要买到，再擦一次给大家看。什么材质啊？不知道，就很神奇。去查为什么？你现在把那个印度的那个沾湿拿来擦，搞不好也可以哦。哪里沾湿？他的毛巾。不是，因为我很像哎。对，但是我上网查，是它的纤维有特别的加强，所以它的纤维是可以让那个彩妆卸除的很干净。太神奇了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对啊，多少钱？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15块美金。OK， 对，但是他常常有办一些活动，比如说你可能买两组，可能一组才10块美金，比卸妆油便宜。对，而且因为有时候卸妆油可能容易长一些小粉刺，或者我卸不干净，他难道不会吗？对啊，这感觉比较脏哎。对啊，可是因为我之前在家，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用不是很相信，所以我这个擦完以后，我再用那个白色的化妆棉，我再用卸妆乳这样擦一次，那个白色卸妆棉是干净的。所以就代表它这个真的寿命吗？它会不会就是说只能用几次？我看那个说明书，因为它都是英文，然后我没关系，我买，但是它有阿拉伯数字吧？对，然后我就看它写了一个10000，所以我猜应该是它可以用10000次的意思，因为不然10000我不知道还能代表什么意思。那它有责任险，对，那也不错啊。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有10000。别用什么东西去清洗它吗？它就是洗衣机啊，洗衣粉吗？因为它那个上面就画了一个洗衣机，所以我就是觉得它丢到洗衣机，洗衣机上有什么成分？我在网络上都找不到有华人在用，所以网络上查到都是英文资讯。对，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到底是不是用对了，可以帮我一把。好神奇，好厉害哦！那个啊，其实我之前就是拿到的时候，然后我也是跟大家想说，是不是我拿家里毛巾擦效果会一样？然后那时候我做过一个实验了，就是一边真的用这个擦，一边用那个一般的毛巾擦，然后你最后拿化妆棉沾一点那个卸妆水擦，你发现家里用的毛巾真的卸不干净哎，还是会有一点残留，对，还是会有一点残留。这个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叫做超细纤维，然后那个超细纤维就是当你在脸摩擦的时候，它其实要沾一点点温热水，对，然后它就会把那个脏污吸起来。它其实只能用1000次，不是10000次。不是1000次啊，我记得很多个零哎，多几个零啊，1000次，然后。它其实是可以丢洗衣机，但是就是像子晴讲的，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那些脏东西啊分开洗，然后你最好用一些中性的洗洁精下去洗。但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用手啦，对，因为毕竟非常低压，那嘎嘎嘎嘎嘎，很容易坏掉。它就是跪在纤维。对对对，它跪在那个纤维。好玩哦，厉害，这 OK 吗？这个其实。再来呢，我们就要化妆。
妆了，喜欢化妆的朋友，我们都知道要好气色，就是要把底打好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底打好，不是只有那个本身的粉底哦，现在连那个海绵有没有？或者是有的是用手的，有的还有那种什么气垫的，对不对？韩国人发明的，还有刷子的，啊，啰啰嗦嗦的好多哦，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用。我觉得这些商人真的很会弄哎。你呢？我今天有带来两个我平常用的小东西，这个呢是笔状的海绵，然后我平常都会拿来可能用遮瑕膏，然后打在那个黑眼圈的部分，因为它这边比较尖的地方，就是可以在连眼角的地方都画得很，就是很仔细。然后或者是另外一边，我就会用眼影，就可能在眼影上面，然后当做眼影刷油。对，就是它是，对对对，而且它是洗干净以后，它就是又会这样蓬蓬的，我就觉得很棒，很方便。真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是牙尖刷。哦，牙尖刷。对，牙尖刷，但是我都会拿来刷下睫毛，因为它的，因为牙尖刷的毛非常细，我还没有用过，就是我没有看过这么细的睫毛膏，没想过哎。对，所以我就拿牙尖刷，然后可能就粘在那个睫毛膏里面，就这样粘进去，粘进去，然后上面它没有，就是我它会有覆盖子，然后你就可以平常不用说这样收纳，然后要用的时候再粘睫毛膏，然后刷下睫毛。超级超级根根分明，哇塞！你是哪个灵感想到？好聪明哦！怎么想的？是不是有一天在剔牙的时候突然想到？哎，怎么来？不是，你是蛮适合的，然后就想到可以来用。因为我的下睫毛特别的短，所以我每次用这种正常的，或是就算很细的，就算是真的很细的，我拿来擦都很容易会碰到我的肉。所以后来是我的那时候拍戏的时候，那个化妆师就教你的，对，他说因为这个是真的很细。OK， 好的。